广州来的武松。他就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有一个这样的蛇席，你祷告祷告主，看你要不要参加了这样。那我就很幸福，我就祷告主，我里面的感动又去参加，因为神就将这个荣耀给我。啊，那么所以就来了，但是呢，是在过程当中是很多的难阻，但是神也给了我智慧啊，我就是就是胜过这个难阻了，就终于来到了，感谢神了哦，我就是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，就敬拜的时候，敬拜完了之后，那个牧师一上台的时候，就很多金片下来。金片下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他们在剪，我就没看了，有开始是看到我女儿的手上有金粉，她叫我看，妈妈妈妈，我手上有金粉的。那我说哦，那要我看看，好像我没看到的。那后来我就看到了，看到了我就说我没有嘛，我看到他们在地上剪，我要看，要不看我都没看到，没看到呢，我就煮啊，我也要。主啊，我也要。这样的时候，我就在地上，我原来看的是没有的，没有的我都捡到了，捡到了几片小小片的。后来呢，看到我自己手上有两三小片，之后呢，也看到我旁边那个凳上呢有那个很小的、很小的，连着那个凳上闪闪发光，哦。在这个过程之前呢，我看到女儿的手的时候呢，我有点怀疑是什么呢？我就上了去那个讲台，我是什么回事？我是奉献还是什么？我去奉献，我看了那个讲台，那个讲台旁边嘛，那个讲台旁边呢，就有一些那个金片，很多很多，我都捡了。捡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怀疑是什么怀疑的呢？我说这些是不是那些纸炮啊？结婚那个烧那些纸炮那些纸片啊？这样哦，那我就捡在手上，我有点怀疑。一怀疑的时候呢，原来我看过我的当视为没有了，突然间发现我没有的地方有了，那我就加上我的信心了。后来又看到我的手上面有了，又看到我旁边的当上有了。还看到那个一看上去那个牧师，哇，身上全部都是粉，我兴奋得不得了啊！我就说，哇，好多粉啊！我在举上讲台嘛，啊，好多粉啊！我女儿说，她已经讲过啦，但是我太兴奋了，我看到证实我所讲的是真的，我所看见的是真的，我就很兴奋，我指着那个牧师，哇，好多粉啊！这样，好高兴，我真的感谢主。后来呢，我就太专注去剪那个金片了，好像没有完全的投入，没有完全的投入的上课的时候，有人打瞌睡了，好像有点昏睡，听不进去，没有完全进入。那后来呢，昨天晚上我就悔改，主啊，我又扎上我里面对你的口目，也是我来这里就是要夺奖你的，我必须要夺奖你的，扎进我对你的口目，这样哦。那昨天晚上四点多钟有一个声音，但是我在梦里面半梦半醒的，在梦里面就听到一个声音，是听的是我老公的声音，是我幼小老公的声音，他叫我一声好惨，我就在梦里面，我就不是在梦里面，实际上啊，我就应了一声很大的声，答应了一声很大的一声啊，那我就醒来，完全醒过来了。哎，我说我是在台湾宾馆呢，我都没有在我老公旁边，怎么我老公会叫我的呢？那我就哎不管了，不想睡觉。睡来睡去睡不着，还是起来祷告。四点多钟的祷告，祷告到六点钟，祷告到六点钟的时候呢，我就里面我就领受，这个不一定是我出生的老公，可能是属灵的老公。耶稣叫我起来祷告与他同工。我祷告完之后就去走餐，上学的时候呢，我灵活的出来了，心活出来了，就是我老师在唱，我心渴慕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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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稣这样，开始是灵活的唱，后来就是悟性的唱，哇，一进来。敬拜的时候啊，神的同在好，我强的，从来没试过这么强的那个什么啊，那个同在，那个同在非常非常之强。二五的时候，那这个是神的同在，同在很强很强，感受到神的荣耀，那个身烫的不得了，神的荣耀好像那个荣光啊，什么盖满我一样啊。今天上午的时候呢，我是迟到了一点点，我跟那个姐妹在外面分享，迟到了一点点，但是我很快进去了。进去的时候呢，开始是很喜乐。后来呢，那个牧师刘代华牧师说，就是说耶稣就在我们当中，荣耀的耶稣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也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宝座，耶稣非常。荣耀，那个荣耀的光就射进来，射进来，射进来，我就张口吸呀吸呀吸呀，吸了很多神的那个荣耀，就是灵里面吸吸吸吸吸吸，吸了之后呢，
进了那个荣耀之后呢，后来呢，我就在那个林里面就这样走走，就是我以前呢去出去传福音呢，想要神迹奇事没有，从来祷告没发生过什么神迹奇事嘛，啊，没有特别的神迹奇事，那就很灰心很失望，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信实差得太遥远了，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经常为这个哭啊哭啊，这样我就很灰心失望惧怕，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缠着我。那在那个在这个勇气这个荣耀之后呢，我就在那个灵里面，我就这样走这样走，我看到灵里面看到一条很荣耀的大道，很光的一条大道，我好像一个勇士一样，就是一个士兵一样，我就在大大步往前去走啊，很有信心的就来到养松的那一种，很有信心的啊，非常有信心啊。那后来呢，就好像那些不好的东西惧怕啊，那些疑惑啊，那些灰心啊，那失望啊，完全没了。后来呢，就回头看了后面好多人跟着，很感谢主啊，哈利路亚。后来呢，他要是那个云彩下来的时候，云彩下来的时候，我原来是在去领受，后来我就感动，趴下扶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慢慢的感觉到我的人开始通透，一起通透的，好像很透的一样，是就是这样，哎，感谢主。The realm of God.